看他们在擦地板，那个布也不很湿哦，他一定要放安全标志、警告标志。台湾人哦，连在电狗的露台很多的，实在95%都不放。连星巴克都不放，好奇怪，摔死人哦，摔倒人赔不起，再来哇哇叫。一开始就要把事情做对。这是可乐自己倒的自动机器，自己选择口味。